是神经家的原来名，那么是我的生命所在，还有那些日子，一个啥子啥啥的事儿都是，所以说就那个事，天天就是那个事，啥子啊，我生啥子的名人，也是那个。当三年生前，你是个啥子个人？对，老早是啥子个啥子啥子个人？对，哪几年都是哪几年的事。你什么时候可以离开？三年了，你老老在家生的孩子都是不是？你那啥子生意啥子？这是稳定的那个女士，人家这些疾病呢，都让你从台湾那些老汉给家里，一年都查不了几次。人家说说俺那老三的老汉，你真的，你说一年都查个三年事，俺这个，这几年哪样子的，还哪样子的？我那哪种好些了？对不对？反正你要是你，我现在在他今年这些病了些，你就还是等于跟他说的是，是吧？你休息什么？但你现在还是在休息的，就是也吃完饭了，吃零食，这些啊，一人吃些零食是这个意思。哎，吃的多少可以？老老实实的去认账，少了去认账，总能处理一些杂事。那么杂事你最好是老老实实的去，就是一个孩子来了，你晚上杂事、杂事、什么事儿，你早上能去身体，你家是老老实实的。还有家里人，晚上杂事不需要去问。这些是什么才能去分？然后现在干，而且俺们这样子呀，俺马上去跟人家去了的呢，他们不是这样的，马上分出去了，这个一个这一个是，都跟着说你会这个，俺也上发呀，人家也是，在这屋里，跟这屋里人家说的不是那个。看到了，很久没看到你下车回去，俺也感觉到一阵心。也是看见了，看见高了高头，又看见家父去去的，俺也又给你写了马上去写了，看见一个是，也是看见你去，是这样的。因为这几年不是的，因为暑假在家，参加了参与没问题。俺们在各个地方开，这些山上发热的人，有些天气，把些天气看到的，像把些天气看到的人，把一些地方那些看到的东西，这些土鳖子呢，那人那些鸡啊，吃那些鸡，这些土鳖子呢，俺们那山上的，一出去。家里去，生产单位，这啥东西，给你搞弄去了。下面有啥？你先牛的给我带，拿东西的，拿啥啥你不要给了，也没有了。这个人家去吃，这现在肯定是单位的。我说你家里，人家不叫你来的，这就是什么？人家不是好叫你来的，分。本来你看到那么这些力气的，这些力气。我们看到那些事情干的，一个是你吃了的，这是你还没的，也啥啥，那几斤菜，你吞了去，你再去给我一些，你吞，他们拿了三个大的菜来，你吞，很有趣，也去吃了。这次我最喜欢你来了，你去哪阵？哪一个？你春天的，还是你夏天？你去上宿舍一下，完了上下，这个晚上下，咱们中间，
आणि त्याला जागा करून एक नवीन वेगळं प्रगतीचं विकासाचं समाज करून राष्ट्र हे इथून सुरू होईल त्याची खात्री बाळगतो. तुला सांगायला धन्यवाद देतो तुमच्या कामाला करून.